笑风霜，茶楼起呀那梦飘秋景观，红桃树上仙台美丽野海花，梦来修家茶艺好家几大半，独身归阳的新娘好心观，你拿来带大家乱小酒花，冰魂洗温泉好你心归完。就好算错浪起呀那不丢秋景观，红桃树上仙台美丽的海花，往来是家茶艺好家几大段，都是会安的亲娘掏心关，你拿来带大家你修酒花，冰魂洗温泉好你心归完。你拿来带大家你真就看，今夜你一算要有一支酒好算，错浪起呀那秋景观，红桃树上仙台美丽的海花，往来是家茶艺好家几大半，都是贵阳的亲娘掏心肝，你拿来带大家你小酒伴，冰魂洗温泉好你心归完。欢迎收看台湾望春风啊，来去台东洗温泉。哎，这首歌呢，大家拢知影是咱国内一位真有才华，而且呢歌龄嘛诶真久，以及真受观众朋友欢迎的一位，也是讲天才型的歌星啊。伊嘛是创作，阿嘛唱歌，阿嘛主持，阿嘛上山下海，真正有影。为咱介绍就一个好所在。哎，所以今日邀请伊到现场唱几条啊。跟这个咱各地风景有关系，咱台湾美丽好所在歌曲。这位我相信台湾在什么人？沈文成来。大叔你好，阿兰姐沈哥你好。好，哇，你这个是安怎来个表演了？哎呀，沈文成啊，想袂到这网游仙公庙这冷门，你也要唱啊？哦，这我老家呢，不是，我自细汉哦，阮阿公阿妈带我去仙公庙佚佗一摆了后，阿姨当做庙里我放一条歌，我印象足深的。哎呦，新规划啊！你那，你那是仙公庙袂少袂去哩？仙公庙是伫倒位啊？尤其是听说是指南。宫对对对，哦，还是两宫，就是吕洞宾诶，那庙就对了。哦，啊，你要听人讲，现在也未使去，就讲一般人说，但是情侣都唔当去。听讲阿阿伯，阿阿伯会使去无？对个，就是查甫查某未使去，因为迄听讲吕洞宾伊就是讲会讲唱人诶。听讲情侣未使去，会讲唱啦。啊，唔过已经结婚，那个会使去。嘛是同款啦。未使去哦。未使去，我全部嘛唱去，你唔知吕洞宾外向咧。无影啦。我搁甲你讲，我讲这就是故事。我有一个朋友啊。就是连续去三年，然后啊，今年去出去，真正无啊，回来就无啊，过了车啊。啊，伊又第二年搁去，啊，我搁出去，赶快搁车，第三年搁去，搁车啊。啊，迄个卢先做煞感觉歹势，伊又得甲托白讲，下节无人啊，真歹势安尼吼。安尼我三年拢甲你安尼，敢未想不？未啦，我都调讲出去要放晒你啊。对，啊，心机介重哦，有阴谋啊。哎，要是讲这个早起，咱不爱滴啊，出去也多好啦。哎，他栽赃呢，栽。太厉害！栽在我们李先祖的头上来了。你别再别讲了。没有这个，啊，你今天你唱这个《关拉尼亚》啦，啊个什么这些网球神功一下，哦，因为他做节目都是用细节。哎，对对，哇，全程走透透啦。啊，好气头说在，我今天拢去，我真正好去啦。是，对一个好气头说。上山下海呢，真的都去过了。真去过啊！哎，这关拉尼亚有那个温泉不？啊，那个蹦那个火不？是，真跟去过，你感觉最难忘是什么所在？最难忘。熊四爷所在，熊四爷所在。咱专心和你这所在，熊四爷，你刚刚熊四爷所在都位。拜了，我到未拜啦。我都去你到几位啦？够正经的啦。都位风景上水。
在那个宜兰，宜兰，宜兰，我觉得哦，和个十七岁少女之湖，哎呦，这样好听，叫做松罗湖，松罗湖、啊，十七岁少女，那都扎起起来之后大一点乌哦，啊，那湖水这样亮亮，稍微天亮亮的，然后那个好像那个若隐若现，跟少女剥了一个面，披了个面纱，赶快，啊，今麦几刀，少女披面纱，我都唔捌看过少女披面纱，啊，都碎了，朦胧的美，啊，今麦好几刀出来时阵，哎，到时啊，他那个旁边。早上黎明的时候哦，天刚亮的时候，那个阳光照到那个水草上面哦，一颗一颗那个露珠啊，跟它闪耀嘞，哇，真的啦，我感动哎，哎，你要讲这，我当时我这东西，我这里马上这里灵感就来啊，哎，今天你那去啊哦，你应该一定会写几条歌，哎，我那，你这摆来讲，我就已经几条歌了，有画面啊，哇，这厉害哦，哎，今天会感动啦，当兵的日头渐渐铺就山，迄、个长长的诶，悬悬的这个椰子树，拄好换新衫。哦，啊了。出来要将露水晒给他。哎呦，破坏感情。啊，无伊诶啥？哦，露水要甲晒给他。你听无？哎呦，你这水准真正有影，我来我来就差一句就对了。我是去爬山好了。真的漂亮漂亮，他的歌写的真的好。他写得很好啊！要是没有我，他就是第一啦！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啦，因为他让给我啊，他让我啊，要，因为他就是疼爱我，所以让给我啊，要不那一个就我拿第一的。你两个是，你较早是一个早。哎，你讲你是别去啊？真背，什么人？啊，出道啦！出道啦！当然是出道啊！年纪我当然是比较早嘛。啊，这年纪别等就不一定啊啦！我牛你先走，哎、欸，这条管理是，我也唔敢，你牛把人请了。哎、欸，其实台湾好说来足济，像你们这么忙，你们有没有去过什么好玩的地方？有啊，你去过哪里？台东啊，花莲啊，宜兰啊，关哪里啊？台东去过很远呢、欸，又常常下雾。又什么都看不到。我飞机也坐过，火车嘛坐过，温泉嘛泡过。我前几日，我到迄公园，我去几摆你啦。你个冇去过。隔壁还有公园，啥物我记得。公园跳一个湖啊。哎呀，鸟啊，你啊种无啦，我无湖啦，无遐大啦。我真的台湾是，所以台湾真是宝岛了。真是宝岛。阿丁老公有心哦，哎，往那个夜往里面走。夜没有人烟的地方、哦那个美景呢，才是浑然天成，无破坏、哦，无破坏，对、嗯啊、台湾刚好上面说在无破坏，哎、欸，真的有啦有啦，你什么大鬼湖、小鬼湖、北大湖，什么你去行看卖啊？都位迄里头，大鬼湖、小鬼湖里都位。大鬼湖我行七天啦，伫都位啦，伫都位啦，在我们那个台东、屏东，还有那高雄的交界的地方，中央山脉里面。哦，冇去过哦，我已经叫我告诉你，那是台湾。最高的那个高山湖啦，最大的高山湖，嗯，系啊，没去不？哈，哎，哪里去过咧？我想看咩啊？哎，跳跳火车有够无？火车有够未？哎，听说高铁要沿沿条直线要走过去的。哎，我讲还个开八千亿啦，还个讲啊。好啦，啊，咱今日既然讲报道这么水，啊，有跟有个咱跟安义宏老师做一条歌，叫做《报道漫步》，我们就用这首歌来歌颂一下我们台湾的。哦，这除了讲风景漂亮的地方，就是好，不能哦。来，请看嘛，来，报道漫步，阿乖来，徛中来。来念歌哦，哦，嘿哦，大家小酒来一桌，无分男女都紧出来哟、哦。
就算一切
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，就算回到从前，这仍是我唯一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。